必须穿啊，咱穿运动啊，吼啊，穿着这种这个哦，啊，都关于着今仔日有哪动力提到个吼，啊，咱哪都是讲先干先手啊，吼啊，顺续吼，啊，咱羡慕啊，有咱支持讲吼啊，咱这个羡慕灵啊，这个十八吨的羡慕灵啦，吼啊，穿着有哪这个东西这个。啊，要来开工，开工圣诞安尼啦吼。啊，有哪算讲吼，咱有哪这个时间有哪好时好运吼，啊来做伙甲办理这个圣事啦吼。啊啊，今仔日咱就有哪有咱这个特定吼，啊麻烦伊来开这个圣事安尼啦吼。啊，会当吼，咱去收穿啊，罕见的啦吼。啊，这个有哪咱圣母来支持，有来用这个圣母灵吼。啊，要来请咱这个道长吼，来咱开工啦吼，啊，或者信徒啊，会当吼来请等于吼按这个敬家宝安尼啦，啊，互因帮助因吼，啊，家庭会当平安顺遂，互阮这个圣事，这个这个圣事就是这个完成的日子吼，就是今仔日初六啊，上好的日子安尼啦吼，啊，有那阮委员会，有那足虔诚来配合咱这个。安道长吼，啊，甲这信徒会当吼，即届啊，即届开工的代志会当圆满成功，吼，啊会当吼平安啊来顺遂安尼，啊希望讲吼，有哪我只做讲，咱一变吼，即个疫情的关系，吼，我也唔敢经过迄落，所以吼，啊咱请先母啊，甲这众神啊，只有即个疫情会当吼圆满，会当吼从即个疫情甲目标无去安尼。会算可以，会当予咱国民啊，咱即个会当予讲生活来归即个正常安尼啦吼。啊，直接祝贺讲，咱即边圣事会当圆满成功安尼，感谢。咱信要慈悲吼，就是啊，有需要讲哦一寡任务啊，爱予咱信要来进行啊，讲咱即个信众哦，是啥物虔诚哦，讲。想要讲将请咱信徒来前往家中来顶替，会当来四福降祥，当来主体平安顺遂，吼啊，便是讲有困求着咱信徒，吼会当来去家中。啊，不过呢，咱信徒当中本身呐吼，也毋是讲会当遮尔简单来请去，吼，就是讲爱特殊的状况，吼啊，所以便是讲信徒慈悲灵感，吼啊，从上苍起，吼啊来。恭请咱上苍台下坐，会当来做主哦，啊，当来传讲呢，大讲这真相，就是讲神威显赫，领着咱这个上苍的旨意哦，啊来开辟咱十八座的这个信宝灵哦，啊来开工，这嘛算分灵之一，啊，互咱这信众百姓啊来请回家中来顶替哦，啊因传这个香火哦，啊算分灵的一种哦，咱这个信宝灵哦，咱就是咱这个经过。即个雕刻、立神、恢复，即个种种叫定数安尼哦。伊首先就是先哦，选着好茶啊来恢复哦，啊看好时好日来立神啊。今仔日就是奉旨哦，啊领着咱这个上苍的旨意，啊咱先从这个来降价，只是哦啊来开工啊，请着咱法师哦啊，就是哦啊咱法师本人哦啊来主持着咱这个今天即个开业雕刻结界哦啊来。这个工课，啊，然后等下时起来到，请咱这个高公道长，哦，啊为咱新宝林来开工，哦，啊就是讲，啊嘛感谢着咱哦委员会，啊嘛诸位，啊率同咱地主主啊头家啊，啊这委员大家全力的配合，来做咱讲的这新型的工课，就是助神助人啦吼，啊爱上助啊，就是那个人，哦，啊咱新宝的这个圣事，啊就爱咱这委员会这信徒，哦，大家同心，啊诚心互着。啊，虔诚一点的虔诚，哦，最高的敬仰，哦，对咱神圣的尊重，啊来完成，啊来辅助咱神圣的这行为，哦，啊行为显现咱心要慈悲，哦，当来利益万民，哦，算是讲接着上苍的旨意来开工这个工课，来达完成，会当来讲的上苍，哦，就是来。肯定着咱的信庙，啊，予咱信庙会当分灵遐济座，哦，咱这十八座以上，就是讲过去嘛是已经有
开店几啊周过啊，吼，数十桌嘛，含着写侪啊，这历史真久啊，吼，啊，就是讲已经有分龄真侪桌，吼，啊，不过咱这分龄家，吼，已经拢完毕啊，吼，啊，所以咱新妇都有变年纪，吼，都爱需要开七十八桌，啊，来开工，啊，以上就是讲今仔日这工课，咱顺利圆满，也都咱新妇灵感嘛。啊，嘛是咱委员会用心嘛，吼，啊，都信徒的共同的共识，吼，啊，大家共同完成这个工作，吼，啊，而且就是讲做一个解说，吼，啊，让咱大家这些信众、这些百姓、这些信徒、信徒了解，就咱信庙的历史，吼，甲行为，吼，啊，咱平常时讲的，啊，就是咱信庙慈悲灵感，拢会做些，吼，行为做些，吼，当然当中呢，比如咱社里来咯，吼，啊，这些信徒。哇、哦！啊，内外信徒进来也好，啊，生活也好，拢同款，大家拢会当平安。啊，而且吼，啊，新春的第六天，第二年才会初六安尼，吼，啊，来欢迎大家哦，啊，会当来在咱本宫安尼，啊，咱妈祖来招待，吼，啊，和咱的寺庙来给咱祝福，吼，啊，欢迎大家啊，来咱来多多，吼，啊，来参香，吼，啊，而且吼，啊，咱妈祖，吼，啊。代替吼，啊，咱妈祖吼，啊来祝祝大家新春愉快，咧，大家平安顺遂，吼，感谢以上。咱吼感谢咱这个法师吼，啊，咱说明遮完全完美，迄个明了吼，遮个信众来了解一下，安尼吼，啊，希望讲吼，即次会当吼啊顺遂圆满啦吼，感谢各位。上香拜，再上香，三上香，来请领导指挥。来拜，再拜，三拜。已经分享启禀奉请，再上座天尊观世尊玉皇大天尊来拜一下。三元三品三观大帝拜，南神北斗公爷一齐身份拜。今天啊是咱天文岁数是年年龙年，在咱这啊正月廿三生廿八。用时间在咱这必须先着讲，啊，咱这各种的管理委员会，咱一日第二路主，也是咱各方面，以及咱主任委员、马基全率领这委员干部、头家路主、神人信徒，虔诚恭请玉皇上帝、三观大帝、南斗神君、以北斗神君同行做主。啊，今天乃是咱这个天上神庙圣庙灵代表所完成。现在要来处在切实必行，要来开工生产，会当来应用幽魂灵、日月阴照明，未来咱拢会为其善清，会当来恳求咱上苍大人降下吉祥、赐下旨意，而咱的必受天庭宫、天上圣庙，会当来咱拢来开工，会咱圣庙灵之事，会当来顺利圆满。伊在神南信路来结缘千回家中，来定体功名，来祝福降上。现主持人来启请圣旨，调请五爷公兵，五方结界，会当来驱邪压煞，扫除灾殃，会当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圣寿圆满，大工吉祥，疫情消散，也来体会，会当让咱净土祥和，合境平安，国家太平，上香拜，再拜，三拜，来请楼主提亲，来拜，咱楼主的娘同三神代表，参拜，再上香拜，三上香拜，来请全体归。上香拜，再上香，三上香，五香七请，三香香银主，咱大神庙、二神庙、三神庙，作感恩，咱公司用大的神庙为尊神圣者，替咱向你进行祝福礼嘛。前面咱将军是用恁个武甲将先锋做大神，下山将军好来讲，啊，替咱着为尊神圣者来上今天啦，乃是咱这二年农历是咱正月初十日。同志在咱本宫后壁内面，咱会开工给咱十八座的新宝殿。啊，现主持由咱的本宫咱二楼主郭学兵，以及咱这管理委员会主任马志全，
算命一员干部，先人进入唐明楼主，先人来宾，天晴地雨，一般就咱先穿素裤，三星酒礼，红火火，金金礼炮，来到城市里，因为城市里，中将咱天成小姐，威灵显耀，神通广大，信手挽天下，好今天呢，也来雕塑十八座的最新武林关系。今日奉旨要来开工审案，前主持要来客车送酒，调解某爷将上一边，来定性官界有啥啊煞需求，啊咱即个兵破上河兵平安，会当四方吉祥，咱登天姓苏，会当顺利圆满，会当庇佑咱种种地方下地人，即地主心路内，大家咱平安顺遂，顺心如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上香，拜，再拜。
Thank you.
好，咱准备开工。外口规排安尼塞起来，对啊。最光荣，扬开心胸，一直向前。
好一套话，一套话。
还是金你头皮啊错的是标题文革把年轻时代要在进步的天主义啊
听，一看英雄田老师，合唱的是哪一个？台球中打台滚，人上楼下跳天柱，一包一大瓶。
上的一切。好，来，啊，咱强请咱新北林立正，来强请，来，啊，咱对咱的良平，对咱的良平哈，对良平立起，来，啊，多注意，注意。